坐标显示，你已经抵达了目标地点，有发现什么异常吗？居然有人抢在我们之前干掉了那只毒物种，又一个失败品罢了，他还不够强，样子嘛，也实在难看了点。你懂什么？我关心的是对方是谁，这附近到底都有些什么人，要是连我们都不知道，那岂不是麻烦大了？宇宙科学的野外据点位置信息已经为你同步在地图上了，小心潜入。从他们的据点里收到有关神秘实验的资料。你走不掉。谁在那？
做的目的是什么？应该是的。还记得之前从学校那边涌来的不明迷雾吗？好，我事先为你标记了上次的迷雾源头，可以先去那里看看有什么异常情况。
高中，这在这片施工地附前面就是培训高中了。当心点，从报告内容推测来看，学校里肯定有他们的秘密实验点，这里的拍音子浓度一直很高，小心一点。 这屏波装置真的有用吗？怎么，你老是在那次迷雾中依靠这个装置对异种做的事，你都忘了？那种由派因子场构成的过去的残影的重现，你有没有什么不好的感觉？残影说什么了？
范围内一种的频波数据。装置上面有找到什么吗？先收好，待会藏身锁交付到声讯上，我们来确认一下。